放到我手里，等一下我要来二整我妈，那我要怎么来整她呢？首先我准备了这个两坨假大便，然后待会我会假装拉屎在外面，然后看一下阿妈反应是怎么样。Let's go， 开始。阿嬤，阿嬤，我爆炸耶！哇！不要不要不要！啊！阿嬤！啊！啊！阿嬤，好啦好啦，阿嬤，阿嬤放出来啊！啊，放出来有用啦！那你要放是怎样？你看下要紧，你莫假啦，你过唔着，你莫假啦，你哦。后面，哦，我要穿衫啦，走啦。啊！后面摸看看那个。你猛晃哎！好坏呀！做得很真哎！你刚刚真的觉得我大便在地上吗？你在。